보시오. 사요 보시오. 小郎不用理会，穷因改过。好，好。请修补出行，穷因转向。我把个怒火如阳山不发，明日返修。好。如公牛怒号，铁道如来顿起寒天虎地。啊！哎呀！好！铁道继续修，武钢筋变金身新机灵，出营人多如。只为一个失恋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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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不朽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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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寒天魔都，威武小公，烈火扬丢。再从新红，天国国名已经不存在了。如今在你面前的是一张寒冬苗疆的另一个天款，寒天款，便是我的苗子。寒天宽，寒天宽，出自七斗罗的寒天宽，究竟怀有何种的鬼王？身着黄色黑衣的伊，到底身犯何罪？又何为七斗之首？寒天宽将会为苗疆带来怎样的冲击呢？十顶寒风小九风，披绒衣，不畏随松。万里血族大千龙，杀一气，逼杀秦雄。替君为军长，替蜀求义，见鬼庙王。求伊，你又有什么盘算呢？一旁的铁军队长继续求伊，又会徛在哪一方的立场呢？天降不测，人祸入室，欲从你真实复原。五国志之中是否记载了什么？中国大牛吹上烈风刀，阴阳人之间又有何鬼王争雄呢？比摩西发天的梦中人，会再有什么变化吗？苏彦文对上烈士摩罗，面对帝国最强兵器，苏彦文是胜官，确实死劫。欲知精彩结果，请继续观赏《金光宝地戏·天地洪禄之剑影魔宗》第七集《从容之心》。